喂，你在拍什么？赶紧了，拍照要迟到了，上车。我天，生个六娃的求婚了。就这样，我们毕业了。那时的我们，自卑又骄傲。我跟他真的只是朋友。我也是你朋友。你不相信就算了。我们分手吧。分手就分手，以后你别再来找我了。总是在不经意间伤害，优柔寡断的错过。不是说好一块去上海吗？可是我妈她身体不好，她希望我留在厦门，我不想要气她。行，随你便吧。自以为是的离开，无所谓的倔强。还要等多久啊？喂，你找到工作了吗？我们说好下个月搬出去呢。以为沉默可以代替所有的回答。来，大家举杯，为小林这等人冲出亚洲，走向世界，干杯！错过了可别忘我们啊！你别走，其实你别走，再给我一年时间，就是一年。那时的我们，那么容易的弄丢那个陪伴我们的女孩。如果当初再勇敢一点，再坚持一下。周书桐，对不起，周书桐，我爱你。周书桐，我爱你。赵天，我帮你。不要你管啊！我想了一下，厦门的天气确实比上海适合我。走吧，送你回家。对不起，其实我有去面试，但是没收到 offer， 和钱还没找到房子，所以我一着急就。宿舍就可以住到六月份。哎，你好，我是马面登记。不好意思，先生，我们已经打烊了。我女朋友走了，这是最后的机会，拜托了。我们暂借一生只能买一枚，你确定吗？确定，很确定。我在努力努力，一年，就一年，我一定能去英国找你，到时候我们就结婚。哇！大学四年最幸运的就是遇见你，以后的很多个很多四年我都想和你在一起。他们说一个人一辈子只爱一个人的概率只有1%，我愿意做1%。我愿意。嫁给他，嫁给他，嫁给他，嫁给他。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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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喂，你怎么了？我们本来可以一辈子在一起的，怎么就把你弄丢了呢？那天我在路口等了好久好久，就等他和我说我们和好吧。每次吵架他都会回来的，那天他走了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，我以为他不会走了。突然间有一天他很平静地跟我分手，当时我愤怒地拉黑了他所有联系方式。毕业那天他抱着我拼命对我说对不起。如果当时没有，可能真的能走一辈子。后来才从她闺蜜那里听说，她肠胃炎的时候我不在，毕业第一次找房的时候我不在，深夜肚子痛的时候我也不在。
每一次他需要我的时候，我都不在。他把我弄丢了。我把要发给他的信息删了又删，我才发现，我原来没有勇气去挽留他。可惜人生没有如果，真正爱的人值得一生坚守。毕业季，让我们都不要弄丢那个女孩，好吗？